Hello， 大家好，我是蜂蜜芥末煮蚊子。今天来吃的这个是那个全联，它现在有出那个七系麻薯剂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的退出的这一些麻薯全部都买回来这样子。因为想说是七夕是古人季节，所以古装又拿出来穿了。然后这个的话，这个是这个，我看这个是爱情麻薯，然后这个花生口味，然后这个是芋头口味的，然后再来这个是白玉玫瑰绿豆糕，这个是白玉玫瑰绿豆糕，然后它就是绿豆黄，然后这个是日式的，这个是日式的那个黄豆黑蜜大福，黄豆黑蜜大福啊，讲错了，这个才是日式的黄豆黑蜜大福，然后再来，这个是。抹茶串胡子，这个看起来，然后还有的这个就是这个是爆浆软心麻薯，这个真的很软，然后这个它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些草莓的什么什么东东之类的这样子吧，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太多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客家麻薯，一个我刚刚投，因为想说吃这个都是算是那个比较像和果之类的，所以我就买一个这个一抹青的这个绿茶，然后跟这个昂烈奶茶，这个应该是这是什么口味啊？就是奶茶口味吗？好像就是奶茶口味。好，这插灯，我忘了让它亮一下，看起来比较漂亮。好，是。先喝一下这个一抹青的这个茶，绿茶，看看好不好喝。还蛮香的，淡淡的香味。那就先吃这个爱心的这个好了。这个比较特别，想吃看到这个芋头的，我很软，半颗心，它这个外面这一层皮呀，不会很甜呢，然后里面这个芋头啊，吃起来有点硬度，这样一个硬硬的感觉。这个打破了我对麻薯的印象，我觉得麻薯应该都很甜。它不会，而且又很香。吃这个白玫瑰
豆沙馅。哦，你看里面是这样。嗯，这个也好吃。它外面这个白豆沙，这个绿豆沙，这个做玫瑰外层，这个吃起来松松软软，然后又有一点湿度在里面，也不会太硬。然后里面的红豆馅很绵，而且很香又不甜。嗯。嗯，这个好吃。嗯，这个真的也不错。哇，吃这两个都不会很甜。那我来吃看这个，他说这个是日式的黄豆黑糖大福。哦，你看很软，嗯，而且就已经。这个也很好吃。哇，它的那个外面那层麻薯的那个面皮更软了，更绵。嗯，而且也不会可怕的死甜，这样也不会，很厉害。换吃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爆浆软心麻薯，那个爆浆。哇，这个吃起来很特别，它中间的麻薯好软 Q 哦，比这个麻薯还要再更软，而且它这个吃起来像夹心一样的麻薯，很特别。然后饼皮很 QQ 的，这个饼皮 QQ 的，哇，里面那层好吃哎，嗯。外面这一层皮吃起来就像那个韩式麻吉的那种感觉 ，QQ 的，里面那个内馅好吃，不会很甜。哇，吃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本土的啦，那个客家麻薯，我可是很爱吃的呢。嗯，反而这样吃起来是客家麻薯比较有甜味。接下来吃这个巧克力，七系巧克力四重奏。哇，看看它里面的特别的内馅，包了两三层。嗯，里面内馅酸酸甜甜的，而且一样是这样软 Q 软 Q 的。嗯，这个也好吃。嗯，它这吃起来已经像快要像软糖了，比较软 Q 一点的那种软糖。换喝这个。本来想说要画绿色的，还我以为它是抹茶的，抹茶口味的，结果不是，搞错了。
他们家系列奶茶我可是都还蛮喜欢喝的，觉得香哦。好，接下来吃这个，哇，这个是麻薯串，然后里面还有红豆哦，它很特别哦。哦天哪，太不好拿，所以我把它放那边好了，直接这样沾才沾得到你这个红豆。这个串也蛮好吃的，红豆比较甜一点啊。它迷你版的串丸子啊，还有一个这个花生的没有吃到，这个爱心麻薯的。它的麻薯是有那个颗粒的，然后吃起来有点脆脆的，然后一点那个很像那个贡糖里面那个花生糖。每一种都真的都蛮好吃的哎，哇，这个吃这样一点点甜甜的，真的就让人觉得很幸福这样。现在吃一口麻薯的，沾一下这个客家的麻薯花生粉，应该还是蛮好吃的。我今天影片都拍到这里啦，蛮推荐可以去买这个全联这一次出的这个七夕麻薯季的这几个商品，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蛮特别的，也推荐大家。好啦，我今天影片都拍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就欢迎订阅跟按赞哦，拜喽。